桥头出一下。这怎么办？这个我得出一下这个东西。皮卡羊，用超奇血，它可能是皮卡吧，它大概是皮卡。哇哇！冲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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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这就是七仙分的对局。你要是失误一点，你可能就完了。跟一手滚筒。有没有机会进去？我扔大电，还有点机会，还有一点机会，看他能不能防住。防不住，行，扳回一局。想桥头我，我已经有准备了，我已经有准备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漏了一只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漏了一只啊？进去。哇，我这个羊进去还不如他精锐打两下，很恐怖，这东西很恐怖啊。赢了，赢了，还挺难的嘛。好，那么你想看我玩这套，我玩一下。这能，我觉得只要你想，还是可以的。只要你想，还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什么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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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好配合啊，这个人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哎，开局乔夫球，我直接飓风火箭教你做人。看看我能不能把它赢下来啊！我觉得我可以赢，我觉得我可以赢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
炸了，它有电法，这只能炸了。哎呀！开一下，还行吧，既然。他现在有气球，但是他没有电法，那么我就可以，我就可以憋出一张，我可以憋出这个一分地狱塔防他一手。我没有坦克，哎，两张，来吧。哎呦，分道扬镳了，这已经是。炸了！只要你想。你就可以赢啊！用什么卡组不重要，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做到啊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在新的一年里什么都顺利。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赢。You can do this if you want。骑士，还有一张骑士，哎呀，我找牌好难找哦，这个东西。这游戏什么时候优化一下，让我找牌比较好找一点？嗯，人万剑，万剑超级，哇，天哪！还有超级这么重量级的卡组，这么重量级的卡组，我的天哪！气球在哪里？我是不是瞎了？哇，气球在这里，是这套吗？哇，天哪，这4.4倍真的有够重的！你打终极挑战跟打娱乐局一样，没事来开局终极挑战前3胜都是挺简单的，那个5费的，我天哪，这套卡组一般人拿不出来，一般人拿不出这种卡组。Electro Wizard，我们刚才碰到了冰法，现在又是电法，都流行这么叫是吧？这什么神奇卡组？我也想知道这什么神奇卡组。但是呢，既然它可以打到5000倍，那么说明它出一张治疗豆豆，那么我有理由怀疑它是水人或者狂暴精锐，是吧？我谨慎一点。那么我先给他飘个气球，但是我手里没有一张法术，我就已经，他如果能哦，那么我没有办法。牺牲一张骑士，水人啊，猜到了，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那个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先不交这个，好吧？你看，水人和精锐，我都猜到了，太好猜了这套卡组。这不大骷髅，地狱龙吸不吸？地狱龙交不出来，地狱龙交了，我这边气球。气球来了，开波主塔。我不想跟他硬打，我不想跟他硬打。这精锐可以卖掉，砍2刀就砍2刀吧。
卖就卖，卖塔就卖啊！我反正兵是叠起来了，你呢？我在等我的费用，你呢？啊，我已经叠起来了，你怎么打我？你怎么打我？你怎么赢？接下来你怎么赢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赢我？你能比我还要莽吗？你怎么赢我？飓风去了是吧？骷髅海出来了，你死了，是吧？跟我比莽是吧？小骷髅在哪里？小骷髅在这里。小骷髅，矿工。是这么一套，是这么一套。这套经典矿球，它这个难，这套的难度其实很高的，是吧？这套是高手，这是高手玩的。要是没有训练过，玩这套会玩的很，会玩的很烂，是吧？就是我不一定能玩的很好，但这套卡组是高手玩的。矿工挖一下，哎呀，气球没有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气球第八站搞什么？气球第八站搞玩我呢？气球第八站有这么神奇的事情？我气球呢？等一下，我气球呢？球呢？我球呢？等一下，我球呢？我球哪里去了？我的天哪，球没带！我靠！我说怎么我没有气球？我天哪，球没带啊！哎呀，矿球变成矿工了！我天哪，我没带气球，是什么东西多了？哎，我气球没带怎么办？是吧？矿工矿球没球啊，这尴尬了。这尴尬了，就当矿工套玩呗。是吧？是个人就会失误。没事，我没有球一样应该也可以赢吧。来拉了，哎呀，哎呀哎呀呀！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我枪手保下来了。哇，这个有点难顶，这有点难顶。谁说我守不住？谁说我守不住？守给你看。谁说守不住的？谁说守不住？没球就不能玩吗？那我没球一样也可以赢，我没球一样赢你啊！我没球一样赢你！哎呀，矿工球不带球一样赢你！这其实，这你看这个卡组看起来他也没毛病，我就没有注意到没有球。
那么就当我玩，那就当我玩了经典快球吧。来一个深情款，圣诞快乐吧，就去睡了。那么你想怎么个深情法呢？我要不要脸红一下？我脸红一下，这样子吗？我脸红一下。圣诞快乐，这样子深不深情啊？我自己都觉得挺肉麻的，所以我先不脸红了啊。好。